太极拳快架，是流传于河北永年广府镇从未公开的一套杨氏早期套路。它融近身与技击为一体，独具特色。快架是在中架颇具相当功夫时，为增长武功而深入练习的拳架。其特点是速度快，姿势低，步子比中架大。全套拳架要在3分钟内练完，故称快架子。该架在姿势与技击功效上与中架有明显的区别。弓步做腿时，膝盖一般要超过足尖，大腿基本平行地面，或臀部再低些。上步时身体不可起伏，足稍向外侧绕至身前，以前足大指尖着地。在演练速度上，除整体速度较快之外，很多的定式动作要发劲，发劲周身松沉，以意行气，以气粗用，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，气与力合，不用着力。很多动作均含有上中下三个部位的打法，动作大开大合，舒展大方，阴阳虚实，开合分离。杨刚猴在打快架的四与锤时，四锤听起来是一种声音，使人目不暇顾。其技击意义多为直取，但非外家拳之刚直，内中仍然有化隐囊发之程序。直中有曲有圈，刚中有柔，劲不可断，正所谓具有直圈含圈之意。就是在出手动作中，随时都在螺旋力量的范围之内。此架难度较大，掌功较快，实用性强。即使中架功底较好，初学也难以较快适应，必须先分段练习，随着功底的增长，劲势一气呵成。撩胯八卦掌。杨刚猴太极拳13路，四路炮锤，撩胯八卦掌，是流传于河北永年广府镇的一套从未公开的公权具备的锻炼套路。练时按太极八卦砍
川艮巽北南东西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八个方位进行练习。龙健身与静心为一体，独具特色。练习靠锤能将周身筋骨全部拉开，气血畅通，节节贯穿。靠锤是锻炼刚劲、直劲、螺旋劲，增长爆发力和内劲的诠释。所谓丝绵裹铁，刚中愈柔，柔中愈刚，刚柔不可须臾分离。其真髓在于虚实互宜，回旋以策，其振相生。足髓手运，周身功满，以弧形螺旋劲为核心，在中气贯足、柔缠螺旋凝果中，显出刚、快、脆的形象。炮锤中的刚、快、脆劲和阵脚结合复